Uy.哎，小红帽，你这是当着我的面欺侮我的弟子啊！哎呀，玩嘛，又不会死人的，要不要试试啊？无论你在新山如何，在万路门就要守万路门的规矩，不准欺辱门内弟子。好啊，那你同我比试一场，你若赢了我，我便答应你。 妥，但不能以活人为靶。哼哼哼！耶！嘿嘿嘿嘿！ 哈哈，啊！哎呦，没站稳！哎呀，烦死了！ 干什么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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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烦死人了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到底比不比了？江湖，给我站住！讨厌！